公开好稀哦，很屌哎、欸！重新爱上光胎，虽然本身就很爱他了。我只能吸明波的水，一般的水不能。你想干嘛？我在想要怎么吸这边的水。啊，现在干了，操他！还有人笑了，终于有了，这是第十几只了，还一颗，打十几只一颗，哎，这也太过分了。有啦，这几率够高了，哎，这个几率很高吗？很高啦。可是你一只就有两三颗，哎，我打十只一颗，哎，我哪有一只两三颗啦？那其实才那一只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对啊，帮我捡这颗看看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好尾巴，算得好怪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它吸太慢了，那个水。是不是在它附近点亮就好了？点亮。晕了，没事。我找到果实了，不动一动好了，你死定了。不准，他准了。欸，他拍一次，真的是很任性哦。我拍一次，哎。对啊。奈斯吗？对，我刚电脑自己关掉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你电脑自己关机哦。对啊。电脑上有任何问题，我一律建议换电脑。哎、欸，它不能放着吸耶，一定要新的哎。什么叫放着吸？就是就提早先放啊。哦。因为我就在它附近放了一大堆，结果有些没有吸起来。有 man， 借我尾巴。好、哦，哦，好短一条啊。对啊，鱼刺啊。叮！哇，灭镜头。生命光胎来了来了，我还在挖骨，我们的赌博鼠在打着，快过来！来了，赌博鼠，捅啥？拍手鸣。
啦嘎啦。是我刚拢了。怎么捡到古种啦？我趴下了，救我！哇，好，不是，那次还没来哦。有啊，那到了。不是啊，还没进来啊。刚喝一大堆。没事，血量还很多，还很多、哦，打那么久还很多。你们少一个人在打，打林麦玉。好险，我正常一些。哎呦，11:30了的。怎么了？明天礼拜日啊，礼拜一要上班了。哦。假期要没了。The vacation 啊。看，再敲一次哦。应该撞一次哦。就撞就撞。哎，头破了，来。哦，大林鳗鱼，撞回来了，再吃。你是不是想开大？哦，被洗哦。对啊，他先集团，耶，集团机。没林外遇了。你拿太多了。也不多，好不好？多吗？不多啊。对，还要开大吗？干嘛啦？要掉粉尘了，按照头像。
哎、欸，奈斯看得到这条尾巴吗？看不到啊，他一定看不到的、啊。笑死！我赌1000块。啊，我看得到啊！好，你给我挖下，你给我挖，没有啊？没有人，没有。就他就直接挖下去了，怎么办？那就是赚1000块、啊。就1000块啊！血海，送你一颗宝玉。哎、欸，墙上的可以吸吗？哦，也可以、欸。干嘛？哎、欸，怎么突然起劲了？你。敲到他吗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没有，我丢地上啊。他丢到他，你干嘛丢地上？哦，吸水啊。你干什么？他对他周遭非常的警觉，你吓到他。他是连一只蚊子飞过都会醒的那一种。拿浅眠呢？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不是说人家抬头那个瞬间 是笑到我了，不会破坏啥的。哇，这套装备真的好痛。倒下会猫叫声。各位加油，3000滴血。嘎啦嘎啦嘎啦！各位加油，分身，分身，水，100滴。那克制吸血会用到一般的冥婆吗？还是都是力战？这个的啊，要力战，不力战，巨魔的。对，我是说一谁啊？巨魔的一般冥婆啊 ，nice， 力战吧，都是力战的嘛。嗯，毕竟是第三级吸血，啊，有些第一级就要用。可是我那时候第一集就是力战残爪了，哎，对啊，哇，全身湿哒哒，微型窟窿胆没？微型窟窿胆，微型窟窿胆没？微型窟窿胆没？胆没过来塞，大大，我想打麒麟。求我啊！求求你！我不要。我看一下哦。God。God。又出魔物。麒麟。好了。Yes。成交。Yes。Yes！ 哎，吓死人哦，白痴哦！你一登录那个画面，有够恐怖，多恐怖啦！从天而降一个黑骑马物的人，看过吧？从天而降的掌法啊，没不屈啊，难怪刚刚那么痛。对啊，该不屈了吧？满血能不屈吗？你要死才不屈不是吗？啊对啊，爆桶会够吗？你先去给魔物杀、啊。爆桶能把满血的炸死。你先去，就说你先去给魔物杀、啊。那这样我们掉头就减少了。啊，你然后再随便捡个东西，再回那个啊，回报啊。
哦，干嘛？我这想法错了吗？我试试看，这样会不会死？好像可以呢，四颗的话。暴桶狙，欸，可以呢，四颗暴桶狙会死的。哦，你就说身上核哦？对啊。啊，又可以不狙。麒麟大金，哇！那多大？看多大只？阿里嘎都有。麒麟也不会多大只吧？哎，欸，还蛮大只的哦。那我要当我哪尼？我没有发动不屈哎，欸。啊，真的哦，因为其实我昨天也是待很久去死，之后被魔那个谁钢龙杀也没有出现不屈。我觉得是同一场只能发动一次，除非你退了再进来。嗯，因为那就这样打吧。毕竟一场游戏他每次50分钟，一个狩猎啦。啊，你困了是不是？有一点。你想吃阿 Q 桶面了？好了，打完这只来吃东西。好啊。之前有一天，突然说想要吃阿 Q 桶面，然后那天晚上就去买阿 Q 桶面了。哦，我也是说完晚上都会去买啊。对啊，我昨天以为他还在揉面团。没有，所以感觉我在孵小鸡哈，吃鸡汁口味的。我是水质装，你想死哦？我想当水，我也想啊。算了，好吧，想一想也对，他到时候垫自己脚下，我就受不了。想一想，突然恼了。你想看你骑在他脸上，他常在抓周围炸一大堆。想一想，突然恼了，我还是想想就很兴奋。想一想就很兴奋。What？ 想一想。越想越兴奋吗？可能听到毛鸡、毛鸡的声音，吱吱吱吱。好，我来了。开干！开干！开干！干他！等我！等我！等我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快要饱了。啊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快打，快打，快打！你屁啦！你没吃到 buff， 你说你到了？到了吗？真的到了吧？不够近而已。刚刚我们只隔了一面墙的距离。一样啦。哎，哎，哎，他真的很大只。他还真的很痛呢，有没有发现？他是李章麒麟呐，要给他一点尊重。谁在喂奶呀，啊？像你麒麟呐，啊！麒麟呐，啊！哇！不是我，好痛啊！妈妈，你在麒麟，你在麒麟，我没在喂奶啊。在麒麟，我伫咧麒麟啊，在橡皮筋啊。麒麟不是橡皮筋吗？对啊，我在橡皮筋啊。你在麒麟，我在麒麟啊。有没有勇者可以软他头的？没有，那就只好自己当勇者了。哈哈，哦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拿散弹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小骗，
多软打起来就舒服多了。哦哟，那个雷真的很快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还好你撞我。哎、欸，嗯，我滚过去被电。勇者去软头，勇者在输出啊，等一下。好好好好好。干好忙，左右一只鸟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好像会死。哇呵！哦，哇呵！我选他没有电那一下。我去，这个雷怎么突然出现的、啊？他流口水，他流口水。啊、哦！快捡，快捡，快捡，快捡！见喽！我有出现吗？没有啊。算我没看到。到了吗？好，上。你们一下就被电了。不是跟下午一样，那边陷害我。没有陷害你啊！下来直接落地点在雷上面。我也是啊。那个落地在雷上面。我们下午也是这样子啊。阿强倒了，阿强没了是不是？对。还我阿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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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强。要引到这边来了，他不喜欢那一面墙，他也不喜欢烈火，每个魔物都不喜欢我，不只是他。
我这像是落雷吗？没有，我的雷是正的啊。八十。哇，我的天！我看到什么？真的是在笑人家哎、欸！不是，今天路过猫仙王就死了，笑死！会有报应，要被劈死。因为我没有看，因为我没有看到。掉了，有了。哦呦！又可以撞了，又可以撞。转身撞。他在，他在邻居的墙这边。你没照去对，哎，被电池的猫吸走，把它挖起来啊！好可怜。走过路过被电死，路过就被电死，很可怜，真衰、欸。他就是走在路上，突然被那个打雷的那个机遇，可怜、啊。哇，还没跑。土拨鼠，土拨鼠。我晕车，我动不了，就在那道雷的弹头上。
哦呦。啊，晕了。晕啦！走啊！啊，那不要打我。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人真好。我人真好啦。哦。你人。麒麟。我人树林。你是树林。等一下，他怪怪的。听讲。我是市场做运动。八个音乐真笑到。哎，不要太高兴，不要再乱丢石头了，拜托你了。求你了。啊，睡了。先左边走了。哇，起来，那应该这里了。这个勇者一上车要很迅速的按哦。哪位是勇者？好，我来。来，勇者。啊！冲啊！碎啦，勇者！又拿到一只麒麟。赚了，用麒麟换麒麟。麒麟换麒麟。哇！还没打到，我有棋了，秒上1000滴血。快起来！要打喽！去吧，虫虫！头没有爆，他的脚还在。有啊，脚爆了吗？哦，没有断的彻底。不会，他不会爆彻底，他就是爆这样子啦。是吗？好像看过断的更彻底的。没有啦。没有啦，你看。你看谁的？我的。你中魔主啊？我的吧。哇，12点了。那个可是被金狮子扒下来的啦。金狮子扒的也是长这样子哦。这样还没有？有了吧？我忘了应该就有了吧。巨大古虫来了，来了，巨大古虫。哦，有嘞，说来就来。楼上吗？啊，巨大矿也有了。哎，没有在楼上。好，矿在这儿。没有古虫在楼上，抱歉。都在下面。古虫在楼上。看。没有。我叫你看。我叫你看。Watch。Look。See。What？ 你们南极？一只大鸡。李红一只帮猫鸡。耶，今天有猫鸡耶。还不懂内我？你都快开工了。呵呵呵，好爽，好爽，懂内我很爽啊，来吧，
我给你的账户。好啦，我去收台。我啦，哇！才两个箱。哎，大金也没更新，垃圾。旧模真难会更新的、啊。刷得差不多。对啊，好啦，感谢今晚的收看啦，感觉很多人都已经开学了啊，有些好像听说是2月20几号才开学吧。好啦，感谢今晚的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反正今天蛮多精华的啦，谢谢大家咯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拜，因为每次观台后面都有几秒钟的时间还会录影。